今天吃个大米茶啊，调了点小蘸料，辣椒油还有醋还有酱油，有点烫啊。软软糯糯的，真香。你们有没有爱吃米肠了？太烫了，虽然不烫就不好吃。黏黏糊糊的。黏黏糊糊的直呼嗓子，流血了。这小金饼老好了，老有金香了，来个经典口味土豆丝。鱼香肉丝，炒合菜，卷啥都好吃。这个是卷火鸡面，太好吃了。再来一块红烧肉，肉
个火鸡面不是特别辣的啊，微微辣。太香就喜欢嗦面。原味儿，有原味儿和胡椒两个口味儿。看这大肉块。胡椒的，吃都不腻这个汤。一共有这么多，太合适了。